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郭店甲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，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要搬酒店，对了，换个酒店住，然后怎么说呢？行李已经收拾完了，然后噔噔噔噔，然后看一下，浅浅的瞟一下我的室友是谁吧。江西西，江西西，江西西，好好好好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会就要搬了，然后我们就去看看我们新的酒店怎么样子吧。等会儿见。只有风知道，只有我知道，我会踏上这未知的旅行，然后独自穿梭在人群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想起你，想起你。我在黎明倾听风的声音，等晚霞传来你的消息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啦，拜拜！今天的 vlog 就这样子结束了，然后希望可以在亚洲绍兴团能够获得新的体验，拜拜。